家好，我现在在冈山的冈山之眼上面，它盖在一个旧的炮兵阵地上，然后现在变成这个样子。我现在走在它的上面，我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，很壮观哦。阿公殿水库，做白图呀。哇，超高的，不是我讲，多高？对啊，很壮观。今天天气还不错。礼拜礼拜礼拜。哇，垮了能卡。转一下给大家看。我去别的地方了。今天风不大，不错。好了，新年快乐。